I just wanna have fun, clap my hands,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 dance, dance. I just wanna have fun, clap my hands,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 dance, dance. I just wanna have fun, clap my hands, turn around now and dance. 行，别切，这个掉了。其实没问题，好，这样吧，没问题吧？不用切，不用切，过了吧，不用切，过了吧，不用切。哦，你这么怕我呀、啊？你哇，你出来，出来，出来！因为看到你们都没有不认识呀、啊。Hello，Hello，、哦、还有。怎么这么小？是不是？它是 Papi 妈妈，它很害怕的，嘴尾巴是夹着的。小心手，一定要小心手，好吗？对。Perfect。刚刚给柴柴、艾米、小白菜装的新笼子装好了。现在就在里面睡觉，喝一杯酒，吃几个橄榄，看电视剧，分享一下我今天第一天柴柴到家什么心情吧。我觉得跟法斗不太一样 ，Soap 当时刚来的时候就到处看，但是他只是在看，呆萌呆萌的那种。然后这个柴柴我已经感觉到很精了，就是他脸很小，蛮尖尖的，然后看着我的时候就是感觉要看穿我。不是，我想一下，这个小白菜这个名字有点土哎。查理是怎么想的？这孩子，他一开始跟我说，哦，他好 cute， 我们叫他 cutie 吧。我说，哦，别慌，我们再慢慢想想。憋了半天说，小白菜，我的狗现在叫 bok choy， 就是有 bok choy， 你给我过来。跟你讲我的备选呗 ，shampoo lotion goes with soap， right？我本来非常非常冷静，直到今天以前，因为我一直想给 Charlie 这样子一个 surprise 嘛，并不是说是有狗的那种乐趣，我自己不知道或者什么的。我比太多人知道狗狗会带来多少那种无可衡量的温情，给这个家庭会带来多少乐趣吧。但是我一直没有养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方面，精神是一个非常 wholesome 的状态，就是非常饱满，没有任何一个缺口需要去填，比如说工作、生活、孩子，不需要谈恋爱，你懂吗？就是我不需要一个另外一个人的这样的状态吧。我也不会跟你们说我这辈子就不婚了，不谈恋爱了，我只是说我现在目前这个 I'm so chill。 今年开始Charlie 快要6岁，这半年吧，特别是我觉得他真的成长了很多。像最近他报了一个表演课，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特别E的人，大家知道，也不是很爱吧，就是可能 kind of in the middle。 老外孩子比起来，中国人毕竟有自己血液里传统里代代传下来那种非常 reserve 的点，对吧？好，有的时候呢他碰到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挫败，他回来就会跟我讨论说，我觉得我好像 not very good at this。 我们亚洲血统里总是有一种对自己要求贼高的那种 standard， I don't know where this is coming from，但是反正我们都是有的。我觉得是个好事，但是任何好事任何坏事都是个双刃剑，他不可能就读好读坏的。他觉得哦，有些东西我好像做不好，但他自己慢慢的纠结来回两三轮以后，就会跟我说，就是我觉得你以前跟我说我们就是一个 try， 谁也不是第一次就会非常好的，做什么事情都是不是非常棒的，而且我在这个方面不行 it's okay， 但是 it's not gonna stop me from trying。 所以我觉得他很多时候都给我展现出这种
比起以前来脸皮更厚的一个 mentality。 老师有的学校说我们今天学校有那种 soccer team 自愿的报名的，哎，查理居然就报名了，然后报了以后回来才跟我们说，说我报了一个名，我想试试，因为你们都觉得说我应该多运动运动对身体好，那 I'm just gonna try。 他不会惧怕这个挑战，去想说没关系我去试试呗，就这种心态我觉得真的很棒。所以我希望有小白菜作为 Charlie 的一只狗，而不是我的 soap。 看到我吗？嗨，不看到也罢。早上好呀，现在是早上凌晨4:22，呵呵呵呵，我在遛这个柴柴，现在在做 party train， 因为我们家里面不放尿垫，就跟之前 soap 是一样的。好的，柴柴，你加油吧，希望你顺利哟。哎呦乖柴柴，哎呦乖，我们的柴柴乖呀乖呀，你拉完臭臭我就可以把你带进去了好不好。现在是凌晨4:50，这个人怎么就已经醒了呀，救命啊，他好有精力啊。No。 小白菜 sit good girl good girl。 走啊，我到 gym 了。哎，他搞了一个指纹锁呀。坐在这里，因为呢我正在做我自己的吃的，我教练说不能吃这个，但是那天我吃完了还有一点点，我浪费食物了，说是不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吃花生酱、坚果酱和坚果之类的人。你给他弄个 sit 我看看。sit， 你弄什么 sit？超级冷的一天，记录一下小包菜，呸，小白菜，哇靠，我开始怀疑你是不是故意的。回家的第二天 ，Cody the blue booth， Charlie let's go in。哇，这家好可爱啊！好久没有出来吃饭了，我教练不要看到这一段，别急。Here we go。小白菜 ，It's cooked in chicken juice and it has shaved。读书俱乐部重新上线了，读书俱乐部现在是育人俱乐部。 Cheers。 你还在想小白菜吗？你好像是 Riffling 吗？然后觉得鸡酒很好喝。哦， Charlie 在想小白菜，马上就吃完了。小笼包在预热中。 Yes 我的健身教练看见了吗？8-9，最后一个了，10个。现在都搞完了，是早上5:48。我现在无缝跟国内的团队的小朋友对接了。干这件事情就是把它举起来，然后就每次把它抱起来，它是有一种视死如归的表情，就是这种，或者看我的下颌线，哦，喊呢喊呢，不能放你地上，我觉得你会尿尿。Let's go. Yeah, I brought my mom to do some video game. Okay. 妈妈，我想自己拿我的包。
那你想拿什么呀？哦，你在干什么呀？快点吧。嗯。他不是你在玩吗？才叫拿回去。我很开心，今天我要去公园的时候，查理主动说也要一起来。嘿嘿，因为我觉得有了小白菜以后，查理就想出门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查理。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小狗小白菜哦，真是太可爱了。Ready, set, go！ 哎呦 ，so cute！ 抬起来一点点，让它搁着。嘿嘿，哎呀，小白菜的飞机耳又出来了，飞机耳又出来喽。谁不让它摔了？哦，不会的。好，你不要让它摔了。不会的。我们去找一个 picnic 漂亮的草地。And a book and some sun, some stickers, a squishy, and a 一个手表。出来一个餐，你带了好多文具啊。一直在逼逼叨。你小心不要走太快。你小心不要走太快了。这有什么好小心的？好，来，查理加油 ，Ready, set, go， 很近。换班了，小白菜 ，Let's go！ 那个小白菜，查理，你在写日记吗？哎，是不是该换班了呀？像婆婆到婆婆了是吧？一会儿就是，哇、哦，他好能跑啊，西巴伊努，送的第二趟的时候就已经趴下来了，要来个啊哦。你一会儿跟他跑很久哎 ，What are you gonna do？ 他下面。Today was a fun day with my dog. Bay bok choy. Little bok choy. 嗯。你都没晒过太阳。好久没晒过太阳了。You're right. 为啥？哇，你还做数学题呢？他为什么扒在你身上 ？Like 猫头鹰？来来 ，No No No！ 哎，完了，他搞到了吗？搞到了，这谁的水壶啊？查理的吗？嗯，我的水壶没有水了。搞到没搞到啊？没搞到，我开玩笑的。From Rimba community is required to defend and protect their tree from being cut down or falling. No.Do you want a higher pillow? No, but 我得要起来一点点 ，like this. 哎。哦，它要冲了。它应该是知道虫类的啊，那个。它要冲了。好可爱那个小哎呦呦，又放了。我刚刚爆哭了一顿，刚刚发生了超可怕的事情。查理牵着柴柴，柴柴一开始很乖的坐在那边，后面就开始走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把自己的绳子给绕住了。突然间就听到那边开始，我这辈子没有见过狗是这样子叫的。屁屁以前也叫，但是屁屁的叫是那种。Anyway， 我的邻居就非常有经验，然后他就开始摸他的四个腿，就他每次摸到右后腿的时候，他就前脚就抱前脚把他踢起来，啊，往我家里走走走走过三个台阶，开了门以后还没放下来，他又开始尖叫。最细节的部分来了，朋友们，他就一股脑的边尖叫边左右扭头边张着嘴啊，这么喊到了后院那个门那里，突然就一头栽下来。我给你学一下，结果呢，还做了一个 ending pose， 就是这样子。哎呦妈了，把我吓死了！然后过了五分钟以后，他就没事了，他就呀蹦哒蹦哒，然后还翻翻墙啊，就好像 Messi 都没法伤我。他就进笼子睡觉了吧？我就整个我就，我太害怕了呀，然后我就哭得很伤心。小白菜今天有没有叫就像昨天那样？没叫，完全没有了。All good now。我操，记不记得他可能只是他不痛，只是人家抬起脚他就叫吗？是的。他连不痛都不痛。
是的，痛都不痛。是的，他们痛都不痛。我觉得好好跟小白菜说一下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钥匙，我是 Charlie。今天我们要看一下小狗。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在看牙医了。不害怕，他牙齿可好了，但是我们就是例行检查一下，因为小朋友爱吃甜食，是不是啊？在样上这个楼就是 Vivian 的牙医诊所，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对待小朋友是超级超级温柔的，还带了一只安抚熊。Peppa Pig 嗯，微微，那再忍耐一下。看完牙了，查理的牙非常好。人家玩的哪里跑？来隔壁的 Whole Foods 买一点吃的，买点菜。我刚已经关了相机，现在不得开出来。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很好喝。我现在在等查理在里面选巧克力，跟跑跑。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穿搭。今天呢，我去那个 Missoni 的中办嘛，然后就是穿他们家的这件衣服。我跟你说，特别巧，昨天查理给我做发型，就他现在喜欢给妈妈做造型，他给我了两个他的铲子，一个是紫色，一个是黄色的。我的这个毛衣居然跟他配合的就是天衣无缝哎！他们家毛衣这一款真的很好看，下面搭的是磁石的那种黑丝，就有点像 yoga pants， 然后再下面穿的是这种长袜。和一双奶奶 loafer， 现在秋冬嘛，可能很多都有这样子比较，舒服、软乎乎的开衫，所以呢，咱们就真的很需要用这种好看的饰品去点亮。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饰品的一个穿搭。我最近收到 Monica Vinegar 出来的一些新品，所有的 accessory 全部都是他们家的东西，跟大家一个个分享一下。 Monica Vinegar 呢，之前在我频道里也出现过很多次啦，它就是一个英国的首饰品牌，他们的质量、光泽以及整个设计，我觉得都是很适合日常搭配的。比如说我今天的这一身，首先呢是这样子的一个马蹄形的镯子，它很酷是不是？它有一排亭亭的小细钻，真钻，所以说在太阳下面或者是现在超市的光下面比较闪，如果你搭配在 fluffy 的毛衣上，我觉得哦，点睛之笔吧。我手上有两个戒指，雷堪堪呢，这一个戒指跟我这个镯子也是同系列的马蹄形，这个戒指呢也是一排细细的小碎钻，看上去非常的 clean， 非常适合如果你要穿那种 clean 的穿搭。这个马蹄形的戒指呢，侧面又是有弧度的，它不夹手，不会让你觉得手上有一点很硌的感觉。素圈这种一圈很闪亮的细碎的小钻钻，你可以跟它一起进行迭代，给它一点空间 in between， 觉得也蛮好看的。或者呢，戴着戴着它可能就合并在一起了，有点像一个单独的设计感的戒指。对对，这边银色系的一套，这种细细的戒指呢就非常显你的手指的长度，不是那种特别粗很 chunky 的那种。你好你好，观众也听到很久，然后你都懂哦，没关系没关系。哦 so nice， 哦，我好喜欢，平时我在这边就是很爱在录视频的时候有人过来跟我打招呼，顿时让我变得更爱了，但是我是很开心很快乐的， you know。 OK， 我们继续说。另外呢，如果你是喜欢秋冬穿那种深色大衣的话，哎，这一套系列 Monica Vinegar 和 Kate Yang 好莱坞的 stylist 联名合作的。那 Kate Yang 呢，经常会 style 一些好莱坞女星，设计理念想要把红毯上那种比较 fancy 的东西和日常融合在一起。如果你平时喜欢穿一身黑什么就比较素的，哎，你就可以带这种稍微特别一点的东西。这一套就是现在很流行的美拉德色系的小白菜的这个颜色，加上金色这样的搭配，就整个非常的有秋冬落叶风。特别是你平时如果喜欢涂 MAC World 这样子的棕色系的口红的话，哎，跟这一个系列就搭配的非常好。首先是这个戒指，它是天然的虎眼石加上镀金涂层，是不是光泽感很好？我觉得很适合戴在食指，就是酷酷的。如果你穿大衣啊，哇，好看，但又不会太夸张，就还是很日常。因为 MD 他们家的首饰都是纯银或者纯银镀金，所以呢，总体来说光泽上都还是挺不错的。再呢，就是这个胖胖的，有点像小耳钉吧，但它又没那么简单。这款我很喜欢，它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关键是它上耳非常的轻盈，小小的，胖胖的。远看呢有点像个纽扣，然后还蛮复古的。这就是我今天这一套穿搭，我非常满意。这个色系你看放在这边，一下把这种很软乎乎的
衣服变得秋冬一些，银色系就看上去更日常一点哈。最近呢 MB 在双十一的期间他们的折扣力度也比较大，如果大家有需求或者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That's my accessory for today。 你买了啥？买了棒棒糖。酸的不好吃，他回去要吃 kale， 因为牙医给你的肯定是酸的棒棒糖，肯定不是甜的。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又是你 ，Charlie。所以我今天去牙医嘛，我本来还是很害怕，记不得妈妈跟你说的，然后我在那里然后结束了，他就给我了一个玩具，这是我的玩具，这好烂呢、啊，这好水呀、啊，哎呀。一下就断了，左一。Morning, I'm gonna do my first downward facing dog of the day.洗个脸，坐在这干嘛呢？洗脸去。得换好运动的衣服啊，去健身。我那天在 Amazon 上买一些像的 Beauty Top 10 Products， 找到了一个这个 Eye Mask， 敷15到20分钟。看我现在眼睛状态是这样的，最近中间半夜起夜，还是对黑眼圈造成了无法避免的伤害。我来试试。的确是蛮痒的，感觉水就是滋补进去，滋噜，还可以呢。刚好的。7:45 arriving at Good Life Fitness。热身10分钟。健身完了一个小时过去呢。对，指纹锁哟，我觉得好好用啊，对于我这种懒人不用记密码。feta cheese， 还有鸡胸肉在里面的。试一下换低脂的上次。OK。我知道了，教练。Say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Hi,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你看我跟他玩的一个方法，就是说这样子把它倒过来，然后再把它倒过来，这样子。还是这样子，还是。来。怎么了？不乖，看他知道没有吃的了。吃你的是，快吃嘛。是的，小时候都是这样。说啥？你在家里拉了也是要被骂的呀。你看他老实的很，现在。现在老实。我刚才也说了他的。发的在孩子上面。就是查理还在这儿。哎呦。Good girl。Good girl。Good girl。Hello, hello, are you? Give 大家看一下我最近训练的一个成果吧。小白菜回家一周 ，OK。喂饭的时间了，小白菜 sit。Good girl, stay. Look at me, look at me.failed one time. Good girl, stay. Uh-uh.
Good girl. Stay. Good girl. Take it.因为他们会有这个 food aggression， 所以要随时给它停下来拿走，这样它以后长大就不会抢主人的碗哦。小白菜 sit， good girl， stay， hello， 啊，我好你好，给你看你的妈妈。妈妈放学几天？呜，不高不高，不高，不高不高。Then ADMs get straightened out during your What if it doesn't? We'll probably need to get them out of there.